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地藏菩萨本愿经高丽天宫神通品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高丽天为母说法，尔时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恶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各遣使者问讯世尊，是时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以诱出种种微妙之音。所谓檀波罗蜜音、湿波罗蜜音、禅提波罗蜜音、毗梨耶波罗蜜音、禅波罗蜜音、般若波罗蜜音、慈悲音、悉舍音、解脱音、无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云雷音、大云雷音，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音，以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义天龙鬼神，亦即到刀立天宫，所谓四天王天、刀立天、须夜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少净天、无量净天、变净天、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摩悉首罗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一切天众龙众鬼神等众悉来集会，富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苗栅神、昼神、夜神、空神、天神、饮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集会，富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恶目鬼王、淡血鬼王、淡精气鬼王、淡胎卵鬼王、行病鬼王、涉毒鬼王、慈心鬼王、福利鬼王、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会。尔时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汝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到刀立天者，汝知数否？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若以我神力千劫色夺不能得知。佛告文殊师利：吾以佛眼观故，犹不尽数。此皆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以度，当度未度，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以过去久修善根正无碍智，闻佛所言即当信受，小果生闻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虽闻如来诚实之语，必怀疑惑，摄食顶受，未免心旷。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力、何愿而能成就，不思议。是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稻麻竹苇、山石微尘，一物一树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之界，一界之内一尘，一劫一劫之内所及尘数尽出为劫。地藏菩萨正实地果位以来千倍多于上欲，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文殊师利：此菩萨微尘誓愿不可思议，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瞻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各露宿机形象，世人当得白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劫前，身为大长者子，时世有佛号曰狮子，奋训具足万恨如来时，长者子见佛像好千服庄严，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时狮子奋训具足万恨如来告长者子：欲证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文殊师利：时长者子因发愿言：我今尽未来计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以是以彼佛前立思大愿，于今百千万亿那
由他不可说劫善为菩萨，又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时，是有佛号曰觉花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善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宿福身后，众所亲近行住坐卧诸天卫护，其母信邪常经三宝事实圣女广说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生性不久，命中魂神堕在无间地狱时，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信因果，既当随业必生恶趣，随卖家宅广求香花及诸供具，于仙佛塔四大兴供养，见觉花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仪寺中塑化威容庄严必备，时婆罗门女瞻礼尊荣备生敬仰，私自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某死后躺来问佛必知处所，时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忽闻空中声曰泣者圣女勿至悲哀，我今是如母之去处，婆罗门女合掌向空而白空曰是何神得宽我忧虑，我自师母以来昼夜忆恋无处可问，之母生界时空中有声在报语曰我是如所瞻礼者过去觉花定自在王如来，见汝一母悲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婆罗门女闻此声已举身自扑之间，皆损左右服侍良久方苏而白宫曰愿佛慈悯诉说我母生界，我今身心将死不久时觉花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曰汝供养必但早反射端坐思维无知名号，既当之母所生去处，时婆罗门女寻礼佛以即归其舍，以一母故端坐念觉花定自在王如来，今一日一夜忽见自身到一海边，急水涌沸多诸恶兽尽赴铁身飞走，海上东西时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恶兽争取食，但又见夜叉其行各异，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冲，利刃如剑居住罪人使尽恶兽复自婆绝头足相救，其行万类不敢久视，时婆罗门女以念佛力故自然无惧，有一鬼王名曰无毒其手来迎白圣女曰善哉菩萨何缘来此，时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事何处，无毒答曰此事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圣女问曰我闻铁围之内地狱在中，世事是否无毒答曰时有地狱，圣女问曰我今云何得到狱所，无毒答曰若非微神继续业力非此二世中不能到，圣女又问此水何缘而难永废，多诸罪人及以恶兽，无毒答曰此事阎浮提造恶众生心死之者，今四十九日后无人祭祀未做功德就把苦难生时，又无善因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海东十万游巡又有一海其苦，被此彼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复被三业恶因之所招感共号夜海，其处是也，圣女又问鬼王无毒曰地狱何在，无毒答曰三海之内是大地狱，其数百千个个差别，所谓大者具有十八次，有五百苦毒无量次，有千百亿无量苦，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死来未久不知魂神当至何去，鬼王问圣女曰菩萨之母再生习何行业，圣女答曰我母邪见机毁三宝设祸在信全又不尽死虽日浅未知生处，无毒问曰菩萨之母姓氏何等，圣女答曰我父我母俱婆罗门种，父号是罗善现母号曰地利，无毒何长起菩萨曰愿圣者却凡本处无智忧异悲恋月地利罪女生天以来经今三日云成孝顺之子，为母设供修福不施觉花定自在王如来，塔寺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应是无间罪人此日悉得受乐具，从生气鬼王言毕合掌而退，婆罗门女寻如梦归悟此事以便与觉花定自在王如来塔像之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谢托佛告文殊师利，使鬼王无毒者当今财首菩萨是婆罗门女者及地藏菩萨是分身集会品第二耳十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住分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刀立天宫，以如来神力故各以方便与诸德谢托，从业道出者一个有千万亿，那由他处供持香花来供养佛，比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众等久远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以
地藏菩萨广大慈悲身世愿故，各获果证机智刀立心怀踊跃瞻仰如来目不赞舍尔时世尊书金色毕摩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而坐誓言无与五浊恶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舍邪归正时有一二善恶习在无一分身千百亿广设方便或有利根闻机心受或有善果勤劝成就或有暗度九化方归或有业众不生敬仰如是等被众生各个差别分身度脱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或现山林成员何时全景立即于人悉皆度脱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或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府身或现官署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以化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汝观无累劫辛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罪苦众生其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恶趣受大苦时汝当一念无再刀立天宫殷勤付主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以来众生心使切脱永离诸苦欲佛受记二十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共赴一行涕泪哀怨白行佛言我从久远劫来蒙佛金银使获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令归尽三宝永离生死至涅槃乐但与佛法中所谓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或毫发许我见度脱使或大力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力如是三白佛言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力尔时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无助如喜汝能成就久远劫来发宏誓愿广度将毕即正菩提观众生业缘品第三尔时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言福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是云何地藏答言千万世界乃及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一等摩耶夫人崇拜菩萨且愿闻于阎浮罪报所感恶趣地藏答言圣母唯愿听受我苏说之佛母白言愿圣者说尔时地藏菩萨白圣母言答言菩提罪报名号如是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致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出佛身邪毁谤三宝不敬尊经亦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亲损常住玷污僧尼或前栏内自行淫欲或杀或害如是等被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七光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被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偷窃常住财物谷米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予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地藏白言圣母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堕五无间地狱求暂停苦一念不得摩耶夫人崇拜地藏菩萨言云何名为无间地狱地藏白言圣母诸有地狱在大铁围山之内其大地狱有一十八所自有五百名号个别自有千百名自一别无间狱者其狱城周匝八万余里其城城铁高一万里城上火炬少有空缺其狱城中诸狱相连名号个别独有一狱名曰无间其狱周匝万八千里一墙高一千里西是铁围上火射下下火射上铁蛇铁狗土火石足狱墙之上东西而走狱中有床遍满万里一人受罪自见其身便卧满床千万人受罪一个自见身满床上作业所感或报如是又助罪人备受重苦千百夜叉及以恶鬼口牙如剑眼如电光守护同爪托业罪人复有夜叉直大铁脊重罪人身或重口鼻或重腹背抛弓翻街或是床上复有铁鹰蛋罪人目复有铁蛇脚罪人颈百只节内膝下长钉拔舌更离抽肠错斩羊铜贯口热铁缠身万死千生夜感如是动静一劫求出无期此界坏时寄生他界他界自坏转寄他方他方坏时辗转相继此界成后还复而来无间罪报即是如是又五世夜感故称无间何等为五义者日夜受罪以致结束无时间绝故称无间二者一人一满多人一满故称无间三者罪气插棒银蛇狼犬堆魔巨凿错凿或汤铁网铁绳铁驴铁马升格落手热铁交身鸡臀铁丸可饮铁石从年进阶出纳由他苦楚相连更无间断故称无间四者不问男子女人枪壶夷狄老幼贵
见或龙或神或天或鬼，罪行业感悉同受之，故称无见无者。若堕死狱，从出入时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间暂住不得，除非业尽方得受生，以此连绵故称无见地藏菩萨白圣母言无见地狱。诸说如是，若广说地狱罪系等名，记诸古事一节之中，求说不尽。摩耶夫人闻已，愁忧何两鼎里而对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耳识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成佛如来为神力故，遍百千万亿世界分世身形，就拔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作如是变化。我今又蒙佛父主之阿逸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请令度脱。为然世尊，愿不有余。尔时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解脱者，性时无定，恶习结业，善习结果，为善为恶，逐境而生，轮转五道，暂无休息。动君纯洁迷惑障难，如鱼游网，将是长流脱入暂出，又复遭亡。以是等辈无当忧念，汝既必是往愿累劫众事广度罪辈，无复合力说是。与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明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发何愿？金蒙世尊殷勤赞叹为愿。世尊略而说之。尔时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皆。尔时有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因共正遍之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其佛寿命六万劫，未出家时为小国王，与一邻国王为友，同行时善饶益众生。其邻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二王义气广设方便，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世辈令使无余。一王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使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一王发愿早成佛者，即一切智成就如来是。一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是。富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目如来。其佛寿命四十劫，上榜之中有一罗汉福度众生，因此教化欲与女人，自曰光目，摄食供养。罗汉问之欲愿何等光目，答言：我以母王之日自福就拔，未知我母生处何去。罗汉悯之，未入定观见光目女母多在恶趣受极大苦。罗汉问光目言：如母在生作何行业？今在恶趣受极大苦。光目答言：我母所习为好食，但鱼鳖之属所食鱼鳖多食其子，或少或主自勤食，但其其命数枪浪富贵尊者慈悯如何哀救。罗汉悯之，未作方便劝光目言：如可至成念清净莲花目，如来见塑化形象存亡或报。光目闻已，其舍所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父恭敬心悲泣瞻礼。忽于夜后梦见佛身其侧晃耀如须弥山，放大光明而告光目：如母不久当生，汝家才觉饥寒，即当言说。其后家内必生一子，未满三日而乃言说。其手悲泣告与光目：生死业缘果报自受，无事如母久处安民，自别汝来累堕大地狱，蒙汝福利方得受生。为下贱人又复得命，寿年十三更落恶道，如有何计令吾脱免？光目闻说之母无疑哽咽悲涕而来。弟子既是俄母，何知本罪作何行业？堕于恶道。弟子答言：以杀害毁骂二业受报，若非蒙福就拔，无奈以是业故，为何解脱？光目问言：地狱罪报其事云何？弟子答言：罪苦之事不忍穿梭，百千岁中诸白难尽。光目闻已，涕泪豪气而白空见：愿我之母永脱地狱，必十三岁更无重罪，极力恶道。十方诸佛慈哀悯我，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即思下贱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愿我自今日后对清净莲花目如来向前却后百千万亿劫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丧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就拔，令离地狱恶趣畜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境我，然后方成正觉发誓愿。以具闻清净莲花目如来而告之曰：光目汝大慈悯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无关汝母十三岁必舍此报，以身为犯之寿年百岁。过世报后当生无忧国土，寿命不可计劫后成佛国，广度人天数如恒河沙。佛告定自在王：尔时罗汉福度光目者，即无尽意菩萨是。光目母者，即解脱菩萨是。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是。过去久远劫中如是慈悯发恒河沙愿，广度众生。未来世中若有男子与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者，毁谤大圣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若遇善知识，劝令一弹指间皈依地藏菩萨是。助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若能至心归敬即瞻礼赞叹香花衣服种种珍宝或服饮食如是奉事者，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常在诸天受生妙乐。若天福尽下生人间，有百
千劫成为帝王，能以宿命因果本末定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广利众生如等诸菩萨，当即是经广宣流布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愿不有虑，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必能成佛威神，广演世经语言菩提利益众生定自在王。菩萨白世尊以合掌恭敬坐礼而退，尔时四方天王俱从坐起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与九眼劫来发如是大愿，云何至今犹度未绝，更发广大誓言为愿。世尊为我等说佛告四天王：善哉善哉，吾今为汝及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广利益，故说地藏菩萨与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生死道中慈哀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知是四天王言为然。世尊愿要欲闻佛告四天王：地藏菩萨九眼劫来弃之于今度脱众生犹未毕，愿慈悯此事罪苦众生复观未来无量劫中因慢不断以是之故，又发众愿：如是菩萨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四天王。地藏菩萨若欲杀生者说粗言可命报，若欲窃盗者说贫穷苦楚报，若欲邪淫者说却割鸳鸯报，若欲恶口者说眷属斗争报，若欲毁谤者说无舌双口报，若欲生慧者说丑陋龙残报，若欲牵令者说所求为愿报，若欲饮食无度者说饥渴厌病报，若欲甜烈自情者说惊狂丧命报，若欲悖逆父母者说天地灾杀报，若欲烧山林木者说狂迷举死报，若欲前后父母恶毒者说反生变态现受报，若欲亡骨生除者说骨肉分离报，若欲毁谤三宝者说盲聋喑哑报，若欲轻法慢教者说永出恶道报，若欲破用常住者说一劫轮回地狱报，若欲无犯无僧者说永在出生报，若欲贪火斩灼上升者说轮回地常报，若欲破戒犯斋者说禽兽饥饿报，若欲非礼毁用者说所求全绝报，若欲无我功高者说卑死下贱报，若欲两舌斗乱者说无舌百舌报，若欲邪见者说遍地受生报，如是等阎浮提众生身口意业恶习结果百千报应。君粗略说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业感差别，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之事，诸众生先受如是等报，后堕地狱动经结束无有出期，是故如等护人护国无令是诸众业迷惑众生四天王闻已涕泪悲叹合掌而退地狱，名号品第五耳识普贤菩萨摩诃萨白地藏菩萨言：忍者愿为天龙四众及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说娑婆世界及阎浮提罪苦众生所受报，数地狱名号及恶报等事，使未来世末法众生之事果报。地藏答言：忍者，我今成佛为神及大势之力，略说地狱名号及罪报恶报之事。忍者阎浮提东方有山号曰铁围，其山黑翠无日月光，有大地狱号及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鼻，复有地狱名曰四角，复有地狱名曰飞刀，复有地狱名曰火箭，复有地狱名曰加山，复有地狱名曰通枪，复有地狱名曰铁车，复有地狱名曰铁床，复有地狱名曰铁牛，复有地狱名曰铁衣，复有地狱名曰千刃，复有地狱名曰铁驴，复有地狱名曰羊童，复有地狱名曰爆柱，复有地狱名曰流火，复有地狱名曰更蛇，复有地狱名曰错手，复有地狱名曰烧脚，复有地狱名曰弹眼，复有地狱名曰铁丸，复有地狱名曰争论，复有地狱名曰铁夫，复有地狱名曰堕山。地藏白言：忍者，铁围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数无限，更有叫唤地狱、拔舌地狱、粪尿地狱、铜锁地狱、火象地狱、火狗地狱、黄喇地狱、火牛地狱、火山地狱、火石地狱、火床地狱、火梁地狱、火鹰地狱、巨牙地狱、剥皮地狱、饮血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刀丝地狱、火屋地狱、铁屋地狱、火狼地狱、如是等地狱，其中各个附有诸小地狱，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言：忍者，此者皆是南阎浮提行恶众生，业感如是，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伸巨海，能障圣道，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皇受之父子至亲，其路个别骤然相逢，无肯待受，我今成佛威力，略说地狱罪报之事，唯愿忍者暂听誓言。普贤答言：无以久之，三恶道报，望忍者说令。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忍者说，使令归佛。地藏白言：忍者，地狱罪报其事如是，或有地狱取罪人舍使牛耕之，或有地狱取罪人心业杀食之，或有地狱或当成废主罪人身，或有地狱赤舍
烧铜柱，使罪人报，或有地狱；使诸火烧趁机，罪人或有地狱；一向寒冰，或有地狱；无限分量，或有地狱；尘飞机离，或有地狱；多藏火枪，或有地狱；围撞胸背，或有地狱；单烧手足，或有地狱；盘脚铁蛇，或有地狱；驱逐铁狗，或有地狱；禁驾铁鹅，忍者如是等报。各个狱中有百千种业道之气，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火，此四种物中业情感若广说地狱罪报等事，一一狱中共有百千种苦楚，何况多狱。我今成佛为神级忍者，问略说如是，若广解说穷劫不尽，如来赞叹品。第六耳识世尊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粗大音声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听天龙鬼神人非人等听无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无灭度后汝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广作方便为护世经，令一切众生正念凡乐说是语。以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普广，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二十世尊告普广菩萨及四众等谛听：谛听，吾当为汝略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普广白言：唯然，世尊愿要欲闻。佛告普广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或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恋慕者，世人超越三十劫罪。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花形象，或土石教漆、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世人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与恶道。假如天福尽故，下生人间，尤为国王、牧师、大力。若有女人厌女人身，即心不养地藏菩萨画像及土石教漆、铜铁等像，如是日日不退，常以花香、饮食、衣服、增彩、床单、钱宝物等供养是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胜有女人世界。何况福寿慈悲慈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成思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复次普广。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但与地藏向前至心瞻礼，十顷之间，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即百千万一生中成为王女，乃即王妃，在府大姓大长者女，端正受身，诸孝圆满，由至心故瞻礼地藏菩萨，或复如是复次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做出祭月及歌咏赞叹香花供养，乃至劝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为护，不令恶事，则闻其耳。何况亲受诸恨复次普广，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及恶神恶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或妄成其毁谤无功德及利益事，或露齿笑，或被面飞，或劝人共飞，或一人飞，或多人飞，乃至一念生机毁者，如是之人先劫先佛灭度机毁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集重罪过世劫，以方受恶鬼；又经千劫复受畜生；又经千劫方得人身，纵受人身贫穷下贱诸根不具，多被恶业拦截，其心不久之间复堕恶道。是故普广机毁他人供养，上获此报，何况别生恶见毁灭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求属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梦恶鬼，乃即家亲，或有险道，或多眼内供鬼神，由日月岁身转伏亡，在眠中叫苦惨凄不乐者，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或难舍受，或不得欲，男女俗眼不便，世事担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声转读此经一遍，或许病人可爱之物，或衣服宝贝庄严设宅，对病人前高声唱言：我某甲等为是病人，对镜向前舍诸等物，或供养亲像，或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施常住如是三百病人，简令闻之，假令诸持分散至七尽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但高声白高声读经，世人命中之后素养重罪，至于五无限罪，永得解脱，所受身处常之宿命。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说广袤，亦或大力事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世经，乃至一念赞叹世经，或恭敬者，汝须百千方便劝世等人，其心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复次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及诸行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此皆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与恶趣味得出离无处去。
希望福利就把当告诉是骨肉使作方便愿力恶道不过如意神力前世眷属运对诸佛菩萨向前自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三遍或七遍如是恶道眷属今生必是变数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复次不管若未来世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觉知宿业要忏悔者之心占理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依昔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复次不管若未来世中阎浮提内刹帝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有心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已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新生子或男或女素有妖告便得解脱安乐一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生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复次不管若未来世众生与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施诸日等诸罪结集定其轻重难言菩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何况自情杀害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能与世实在日对佛菩萨诸先圣向前读世经一遍东西南北百由群内无住灾难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恶趣能与十灾日每转一遍现世令此居家无住恨病一时封印事故普广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利益之事阎浮众生于此大事有大因缘是助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世经三字五字或一句一句者现在出面安乐未来之事百千万生常得端正生尊贵加尔时普广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以胡贵合掌呼白佛言世尊我久之事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事愿力为未来众生潜之利益故问如来为然顶受世尊当何名此经使我云何留步佛告普广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恨一名地藏本势力经缘此菩萨久远近来发大众愿利益众生事故如等意愿留步普广闻与合掌恭敬坐礼而退利益从王品第七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观世阎浮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多获善利多退初心若遇恶缘念念增益是等被人如履泥土赋予众实践共见众逐步深邃若得欲知使替于显复或全与复是知识有大力故复相扶助劝令老脚若达平地须醒恶路无再经历世尊喜恶众生从相豪间便至无量世诸众生有如此其灵命中时父母眷属亦为设伏以资前路或全翻盖其然由得或转读诵经或供养佛像祭诸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莅临诸人耳根或闻在本时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及其感果必多恶趣原是眷属为临诸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是诸众生永离恶趣得生人天受生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却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甚勿伤害即造恶缘拜祭鬼神求助亡养何以故而所杀害乃至拜祭无相好之力利益亡人但皆罪缘转则身重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或生分生人天中原是临终被诸眷属造是恶因意念是命中人压累对变晚生善处何况临命中人在生未曾有少善根各具本业自受恶趣何忍眷属更为增业譬如有人从愿一来绝粮三日所负担物强过百斤呼吁邻人更负少物以示之故转福共助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三十一毛一地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说是与神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是长者九正无生化度十方现长者身何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大事是南阎浮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未修功德乃至设斋造众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益一切多否地藏答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为利愿说是是长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等临命中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问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若有男子女人在生不修善因多造众罪命中之后眷属小大未造福利一切盛世七分之中而乃获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以是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己或无常大鬼不期而到明明由神未知罪福七七日内如痴如聋或在诸司辩论业果审定之后聚业受生未色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多与诸恶趣等是命中人未得受生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
消亡住骨肉眷属与造福利就拔过世日后此夜受报若是罪人痛心千百岁终无懈脱日若是五无限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父死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未修银斋之初夜道未斋时尽及银斋之次米干三夜不弃雨地乃至诸时未现佛身悟得仙时如有为事即不敬行是命中人了悟得力如敬行护敬奉献佛身是命中人七分或因事故长者言护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设斋供养至心勤恳如是之人存亡获利说是与时到一天宫有千万亿那由他阎浮鬼神心发无量菩提之心大便长者坐椅而退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耳石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聚义道义来到佛所所谓恶毒鬼王多恶鬼王大真鬼王白虎鬼王血虎鬼王赤虎鬼王散阳鬼王飞身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干兽鬼王腹食鬼王主号鬼王主货鬼王主食鬼王主财鬼王主畜鬼王主亲鬼王主臭鬼王主内鬼王主产鬼王主命鬼王主吉鬼王主险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奇力狮王大奇力狮王奇力沙王大奇力沙王阿哪吒王大阿哪吒王如是等大鬼王各个于百千诸小鬼王进军阎浮提各有所知各有所处是诸鬼王与阎罗天子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聚义道义在一面立尔时阎罗天子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得与诸鬼王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方得一次道义大会议是我等获善利故我今有小仪式敢问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佛告阎罗天子自如所问无畏如说是时阎罗天子瞻礼世尊即回是地藏菩萨而白佛言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度罪苦众生不辞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然助众生脱获罪报为九世间又堕恶道世尊是地藏菩萨既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云何众生而不依止善道永取解脱唯愿世尊为我解说佛告阎罗天子南阎浮提众生其性刚强难调难服是大菩萨于百千劫头头就拔如是众生早令解脱世界报人乃至堕大恶趣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而显无宿世之事自是阎浮众生极恶邪众先出先入劳斯菩萨九经结束而作度脱譬如有人迷失本家误入险道其险道中多住夜叉及虎狼狮子猿蛇复现如是迷人在险道中须臾之间既遭诸毒有意之时多解大树善尽是毒乃及夜叉诸恶毒等混混迷人欲进险道而与之言多灾男子为何事故而入此路有何异术能治诸毒是迷路人忽闻是与方知险道即便退步求出此路是善之时提携接手引出险道灭诸恶毒至于好道令得安乐而与之言多灾迷人自今以后物履世道此路入者足难得出复损性命是迷路人一生感触临别之时之时又言若见亲之及诸路人若男若女言于此路多诸毒恶丧失性命无令示众自己即使是故地藏菩萨巨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升天人中令受妙乐是度罪众之业道苦脱得出离永不再例如迷路人误入险道遇善之时引接令出永不复入封建他人复劝莫入自言因是迷故得解脱尽更不服入若在里见由上迷雾不觉就曾所落险道或是失命如堕恶趣地藏菩萨方便力故使令解脱僧人天中玄佑再入若夜劫众永处地狱无解脱时尔时恶毒鬼王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获利益人或损害人个个不同然是业报使我眷属游行世界多恶少善过人家庭或成邑聚落庄园房舍或有男子女人修毛发善事乃至悬一番一概小香草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等多尊经烧香供养一句一句我等鬼王敬礼世人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是诸小鬼各有大义及土地分辨令为护不令恶事后世恶病放病乃至不如一世今于此设等处何况入门佛赞鬼王善哉善哉汝等急于阎罗能如是拥护善男女等无意告藩王帝师列位护汝说是与时鬼中有一鬼王名曰主命白佛言世尊我本业原主阎浮人命生死此时我皆主之在我本愿是欲利益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致令生死俱不得安何以故是阎浮提人出生之时不问男女或欲生死但作善事增益舍财自令土地无量欢喜拥护子母得大安乐利益眷属或以生下圣物伤害许诸仙位供给产母及广聚眷属饮酒食肉割业全款能令子母不得安乐所以故事惨淡时有无数恶鬼及亡两精魅欲食心血是我早令设宅土地灵气呵护子母使令安乐而得利益如是之人见安乐故便和受福达诸土地范围杀害其地
降暑以示之故，发扬自受子母具损，又言福及灵命，中人不问善恶，我欲令生命中之人不落恶道，何况自求善根，则我立故是言福及行善之人，灵命中时亦有百千恶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引天亡人，令落恶道，何况本造恶者。世尊如是言福及男子女人，灵命中时神识昏昧，不变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世诸眷属当须设大供养，转读诵经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离诸恶道，诸魔鬼神悉皆退散。世尊一切众生灵命中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圣经典一句一偈，我观如是被人处五无间杀害之罪，小手恶业何堕恶趣者，寻机解脱佛告主命鬼王，汝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与生死中护住众生。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至生死时，汝莫退誓愿，总令解脱永得安乐。鬼王白佛言：愿不有虑，我必是行念愿，拥护阎浮众生，生死死时俱得安乐。但愿诸众生与生死时信受我语，无不解脱，获大利益。尔时佛告地藏菩萨：是大鬼王主命者，已曾经百千生，各大鬼王与生死中拥护众生，是大事慈悲愿故现大鬼身，实非鬼也。却后过170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结名安乐，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期劫。地藏是大鬼王，其事如是不可思议，所度天人亦不可限量，成佛名号品第九。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演利益，是与生死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真。佛告地藏菩萨：汝今欲心慈悲，就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也不思议，是真正事实，唯当诉说。无今念番时，如早必誓愿，无益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地藏菩萨白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无缘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暂生恭敬，即得超越40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祸福无量无边，又于过去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弹指心发心皈依，世人与无上道永不退转，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波头摩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利于耳根，世人当得千百生于六欲天中，何况至心称念，又于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声声吼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世人得遇无量诸佛摩顶受记，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拘留僧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至心瞻礼或不赞叹，世人与仙界千佛会中为大梵王得受上记，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毗婆尸，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生妙乐，又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胜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堕恶道，常在天上受生妙乐，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宝相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生恭敬心，世人不久得阿罗汉果，又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袈裟床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大通沙王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世人得遇恒河沙佛，广为说法，必成菩提，又于过去有净月佛、山王佛、智胜佛、净明王佛、智成就佛、无上佛、妙生佛、满月佛、月面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世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若天若人若男若女，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何况多名是众生等生死此时自得大利，终不堕恶道。若有灵命中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未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中人除五无间罪、余业报等悉得消灭，是五无间罪遂至极度，动听一切了不得，殊胜似灵命中时他人为其称念佛名，与是最终一切消灭，何况众生自称自念祸福无量灭无量罪，较量不失功德原品第十。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微尘从坐而起，胡给合掌，白佛言：世尊，我观业道众生较量不失，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世事云何？唯愿世尊为我说之。尔时佛告地藏菩萨：汝今于当立天宫，一切众会说言菩提不失较量功德轻重，汝当谛听，吾为汝说。地藏白佛言：我一世是愿要欲闻。佛告地藏菩萨：难言菩提有诸光王灾苦大乘大能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若遇最下贫穷乃至龙残阴哑龙师无目，如是种种不完具者，是大国王等欲不失时，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便不失，或使人施软言为遇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不失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何以故？原是国王等与是最贫贱未及不完具者发大慈心，是故福利有如此报，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一时受用复次地藏。若未来是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遇佛塔寺或佛形象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自银半供养不失，是国王等当得三劫为地是身受上妙乐，若能以
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是大国王等于世界中常为大梵天王护持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于仙佛塔庙或至今向毁坏部落乃能发心修补世国王等或自淫荡或劝他人乃至百千人等布施结缘是国王等百千生中常为转轮王身如是他人同布施者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身各能于塔庙前发回向心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复次地藏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间巨大慈心布施亦要饮食卧具使令安乐如是福利最不思议一百劫中常为禁居天主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恶道乃至百千生中耳不闻苦声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祸福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示范转轮之报是故地藏五劝众生当如是学福次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与佛法中众少善根谋发杀生得取所受福利不可为喻福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与佛形象菩萨形象一直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等无量佛常在人间受生妙乐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喻福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与大圣经典或听闻一句一句发音正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为喻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塔寺大圣经典信者布施供养三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者或我拜者修补营礼或求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如是等辈三世僧中常为诸小国王还愿之人常为龙王还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礼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如是善事但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如当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如是之果及三生受乐舍一得万报是故地藏布施因缘即是如是地神护法品第十一耳时间劳地神白佛言世尊我从西来瞻视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与诸菩萨誓愿深度世尊是地藏菩萨语言菩提有大因缘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一化百千身形度与六道祈愿上有毕竟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誓愿结束如千百亿恒河沙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于所住处于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竹木作其干事世中能塑化乃至金银铜铁做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瞻礼赞叹世人居住积德十种利益何等为持一者土地丰壤二者家得永安三者先王升天四者现存益寿五者所求随意六者无水火灾七者虚耗病除八者杜绝噩梦九者出入神户十者多遇圣因世尊未来世中及现在众生若能于所住处方面做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覆盖佛言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所住处由此经典即菩萨向世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本神力为护世人乃至学火盗贼大恨小恨一切恶事悉皆消灭佛告监牢地神汝大神力诸神少及何以故阎浮土地西门汝户乃至草木沙石道马竹尾狐狸宝贝从地而有皆因汝力又当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之事汝之功德即以神通百千倍于常分地神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世经大义地藏本愿经一世修行者如一百神力而拥护之物令一切灾害即不如意事则闻于耳何况令受非但汝独护世人故已有事万眷属诸天眷属拥护世人何故得如是圣贤拥护皆由瞻礼地藏形象及转读世本愿经故自然毕竟出于苦海正念盘乐以世之故得大拥护见闻利益品第十二耳时世尊从顶门上方百千万亿大豪相光所谓白豪相光大白豪相光瑞豪相光大瑞豪相光玉豪相光大玉豪相光紫豪相光大紫豪相光青豪相光大青豪相光碧豪相光大碧豪相光红豪相光大红豪相光绿豪相光大绿豪相光金豪相光大金豪相光庆云豪相光大庆云豪相光千轮豪光大千轮豪光宝轮豪光大宝轮豪光日轮豪光大日轮豪光月轮豪光大月轮豪光宫殿豪光大宫殿豪光海云豪光大海云豪光于顶门上方如是等豪相光以出微妙音告诸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听无尽日于道立天宫春阳赞叹地藏菩萨与人天灯利益等是不思议是超圣因是正实必是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说是与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坐而起胡为合掌白佛言世尊是地藏菩萨摩
诃萨，具大慈悲怜悯罪苦众生，与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身，所有功德极不思议，威神之力我闻世尊以十方无量诸佛一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正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说其功德犹不能尽，圣者又蒙世尊普告大众，欲称扬地藏利益等事，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思议事，令天龙八部沾礼祸福。佛告观世音菩萨：汝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汝名者、见汝行者、恋慕汝者、赞叹汝者，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最受妙乐因果，将足一佛受记。汝今具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听无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之事，汝当谛听无尽说之观世音言：唯然，世尊愿要欲闻。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福尽，有五衰相现，或有堕于恶道之者，如是天人若男若女，当现相时，或见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地藏菩萨名义瞻意，以是诸天人转增天福，受大快乐，永不堕三恶道。报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花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复次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义声，立耳根者，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何况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所得财物宝贝衣服素挂地藏形象，或使病人未终之时，言而见闻知道眷属将舍灾宝贝等为其自身素挂地藏菩萨形象。世人若是业报何受重病者，诚思功德寻机除欲寿命增益。世人若是业报命尽应有一切罪障业障何作恶趣者，诚思功德命中之后即生人天受生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如古时，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亡师父母乃及亡师兄弟姊妹，世人年纪长大失忆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生得世界生何天中，世人若能速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家一里一日至七日莫退出亲，文明践行瞻礼供养世人眷属，斩因业故堕恶趣者，即当结束诚思男女兄弟姊妹速化地藏形象，瞻礼功德寻迹解脱，生人天中受生妙乐之人眷属，徒有福利比世人天受生妙乐者，即诚思功德转增甚因受无量乐，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其名字满于万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具告世人眷属生界，或与梦中菩萨现大神力，经理世人于诸世界见诸眷属，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世人当得菩萨前所在土地鬼神众生为护，现世一世分异无助疾苦，乃至恨世不入其门，何况其身。世人毕竟得菩萨摩顶受记，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欲修无上菩提者，欲出离三界者，是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闻名者，至心皈依，或以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复次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是担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复愿地藏菩萨巨大慈悲永拥护我世人，与睡梦中记得菩萨摩顶受记。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圣经典深深珍重，发不思议心，欲读欲诵，就欲名师教师，令俗全德全忘，东经年月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数业障未得消除，故于大圣经典无读诵信。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具以本心恭敬成白，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以净水一盏经一日一夜安菩萨前，然后合掌请佛回首向南临入口时，至心正重浮水祭辟肾五心酒肉心阴妄语及助伤害，于七日或三七日，是善男子善女人与睡梦中既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与世人处受灌顶水，其人梦觉即或聪明，应是经典一粒耳根，即当勇气更不忘失一句一句。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者，官愿或多病疾或多凶灾家灾不安眷属分散，或诸横事多来五身，睡梦之间多有惊呼，如是人等闻地藏名，见地藏形，至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件皆消灭，即得安乐。一时分异乃至于睡梦中
中悉皆安乐，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至身，或因过思，或因生死，或因即是入身民途过渡河海乃及大水，或今显道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走过土地鬼神为护行住坐卧永保安乐，乃至逢于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损之，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语言菩提有大因缘，乐说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是百千劫通说不能尽，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流布世经略说佛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尔时世尊尔说偈言，无关地藏为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皆利益人天无量事，若男若女若龙神报尽应当堕恶道，至心归依大师身受命转生除罪障，丧失父母恩爱者未知魂神在何去，兄弟姊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识，或速或慢大师身悲恋瞻礼不再舍，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誓其愿，除所生见处堕恶去行出离，若能不退世俗心计或魔顶受身机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即发大悲心，千当瞻礼大师上一切出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有人发心念经典狱度群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思议全多玄妄多费时，四人有业障或故与大圣经不能计，供养地藏以香花衣服饮食出玩具以净水安大师前一日一夜穷福真发印重金生五心酒肉邪淫即望与三七日内勿杀害之心，思念大师名记与恶中见无边觉来便得利根，耳因是尽降利耳闻千万生中永不忘，以是大事不思议能使四人或此会贫穷众生积极病交灾凶衰转属离睡梦之中息不安，求者归为无春岁，自心瞻礼地藏向一切恶事皆消灭，至于梦中尽得安，一世困扰成鬼护地入山林极度海毒恶禽兽及恶人恶蛇恶鬼病恶风一切诸难诸苦恼，担当瞻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事向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观音自心听无说地藏无尽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广宣大事如是力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见相瞻礼者香花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寿妙乐，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是故观音汝当真普告恒沙诸国土诸类人天品第十三尔时世尊举金色臂右摩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而坐誓言地藏地藏汝之神力不可思议，汝之慈悲不可思议，汝之智慧不可思议，汝之辩才不可思议，正是十方诸佛赞叹宣说汝之不思议，是千万劫中不能得尽地藏，地藏今无今日再到遇天竺于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在以人天诸众生等悲诸三界在火灾中等付诸于汝，无令是诸众生多恶趣中一日一夜何况困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一劫无有出期，地藏是难言菩提众生之性无定习恶者得纵发善心虚于即退，若遇恶缘念念增长以是之故，无分事情百千亿化度随性根性而度，多知地藏无尽殷勤以天人作付诸于汝，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与佛法中种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地，如以道力拥护世人见修无上无令推师扶持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随业报应落在恶趣临堕趣中，或是门首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是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就把与世人所现无边身未遂地狱显令升天受生妙乐，尔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住无尽殷勤付诸如以大神通方便度故，应堕在诸恶趣，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不会合掌白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与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亦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与生死中速得解脱，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与无上道永无退转，说是与时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白佛言，世尊我自知道欲闻于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或瞻礼形象得几种福利，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略而说之，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即闻此经乃至读诵香花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得二十八种利益，一者天龙护念，二者善果日增，三者吉祥上因，四者菩提不退，五者一时分足，六者吉意不灵，七者离水火灾，八者无道贼恶，九者人间清净，十者神鬼住持，十一者女者男神，十二者为王臣女，十三者端正相好，十四者得生天上，十五者或为帝王，十六者速至命通，十七者有求皆从，十八者眷属
除欢乐，十九者诸恒消灭，二十者业道永除，二十一者去处尽脱，二十二者夜梦安乐，二十三者先王离苦，二十四者束缚受生，二十五者诸圣赞叹，二十六者聪明立根，二十七者饶死悯心，二十八者必见成佛，复次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礼地藏行，或闻地藏本愿，是行赞叹瞻礼得七种利益：一者速烧圣地，二者恶业消灭，三者诸佛护临，四者菩提不退，五者增长本力，六者宿命接通，七者必见成佛，尔时十方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他未曾有事时刀立天宇无量香花天衣诸因故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以一切众会俱伏瞻礼合掌而退。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赫拉达挪多拉夜夜切拉切拉居住居住摩拉摩拉虎拉轰赫赫苏达那轰婆摩那娑婆诃。南无赫拉达挪多拉夜夜切拉切拉居住居住摩拉摩拉虎拉轰赫赫苏达那轰婆摩那娑婆诃。南无赫拉达挪多拉夜夜切拉切拉居住居住摩拉摩拉虎拉轰赫赫苏达那轰婆摩那娑婆诃。嗡呼噜呼噜舍夜木悉娑诃，嗡呼噜呼噜舍夜木悉娑诃，嗡呼噜呼噜舍夜木悉娑诃。